战。这一位要出列的是常佳妮。乔子姐抽到我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然后有一点点紧张，然后桃子姐让我数支。佳妮决定以数支的方式选择对手，最后她将对上的是陈婷婷。要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常佳妮带来什么歌？张韶涵《看得最远的地方》。好，很励志的歌曲。那陈婷婷？哦，我带来自己改版的这个《梦醒时分》。哎呦，经典歌曲啊！那面对这位11岁即将满12岁的小妹妹，你会手下留情吗？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表现都很好。哦，非常好，都是拿手歌，好不好？首先就欢迎常佳妮的演唱。女王李佳薇歌声再度震撼评审。全是这样，然后一气呵成，真的不是容易的事。歌唱情感丰富的常佳妮，碰上技巧成熟的陈婷婷，两人各有所长，究竟谁技高一筹呢？你比谁都还了解我，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服我，但陪我学忍痛。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，而你手舞足蹈了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往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再看得最远的地方，必定一道曙光在前。上周